我是时下暴力的导演廖哲毅，我是演员吕明瑶。时下暴力这部电影是要来探讨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暴力。由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全素人团队拍摄而成，时下暴力勇敢挑战不可能的任务。朋友也是讲说，好了，对啊，就算了，这样大家可能就还不够格拍一部片这样。那其实那时候听完就会觉得更沮丧。可能有点反骨的血液又在沸腾，觉得说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只能做成这样。只是这样。时下暴力结合剧场与电影，揣摩不同表演形式。个人认为，舞台剧跟电影的表演内心的这方面，角色内心这方面是毫无二致的，是我们一样都必须找到最真实的那个部分，然后由这个中心点扩散到整个观众席，影响观众。那我觉得对于电影的话，就是影响镜头。嗯，我影响镜头就可以影响镜头后面的那一群人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关注时下暴力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